L'Oreal 在台北开了一间 Pinkholic 粉红闺蜜期间限定店，全店都用了粉红色布置，还有很多人气角色，好像 Hello Kitty、 Melody 和玉桂狗，还有多个打卡场景，啱晒喜欢打卡的朋友啊。如果行到攰攰地，仲可以去女孩快餐车 Sweet Together 报道，有 Hello Kitty、 Melody 同玉桂狗嘅造型包、冬甩同埋特饮，真係可爱到唔舍得饮啊！而且仲係免费入场，有兴趣嘅朋友唔好错过啦！